令本分局立即依警察人员驾车安全考核实施要点，对张远立即发布记一大过处分。晚间接获有人邀宴，于饮酒后自行驾车返家，途中不慎擦撞路人、路边行人，双方皆受伤送医救护。本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同仁前往处理，并随即至医院对张远实施酒测，该人酒测值达0.45毫克，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，令本分局立即依警察人员驾车安全考核实施要点，对张远立即发布记一大过处分，考绩改列丙等，并改调制服警员，调整服务地区，并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主管考监不周责任。